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一零六八页，一零六八第一行看起，世人疑尘执过啊，执过去佛受菩提记，一切如来同所称赞。这段文不长，告诉我们受持读诵依教奉行，确实有无比殊胜的缘分，没有这个缘分遇不到，纵然遇到了它有障碍，或是不能理解，或是不能依教修行。我们看念老注解，佛福记曰，即是受记，把事实真相预先告诉我们啊，能够真心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的人，不是普通人。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遇到过去佛受菩提记，这个太殊胜了啊！注解里面印老给我们说，佛为印证，如是之人皆已于过去佛前领受菩提记，皆当作佛，并为一切如来同所称赞。记住，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佛没有妄语，当然是真话。我们每个人过去曾经经历无量劫，在六道里头轮回啊，一个轮回时间就很长很长，天上人间畜生魔鬼地狱，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
而且在这里面受长时间的熏修，不是偶然的。那么我们遇到佛法，当然也不是这是第一次，无量劫以来曾经遇到许许多多的过去佛，时间很长很长啊，曾经供养过这些佛，也曾经在佛前受菩提戒，戒断作佛。这一句话重要，戒我们每个人都有份，都应当作佛。今天遇到这个法门，只要你相信发愿老实念佛，肯定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去受佛。我们在娑婆六道轮回为的是什么？酬业，过去造了无量业，有善有恶，善业三善道，恶业三恶道，业力变化的，我们在受业报啊！啊，这也是很幸运，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末法。佛虽然不在世，佛的经教还在这个世间流通啊，但是我们要晓得，末法时期。确实佛法是一百年计算的，一个世纪，一个世纪不如一个世纪往下坠落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现象，要争取时间，快速的通过啊，这一生遇到释迦牟尼佛，又遇到经宗法门啊，最难得的是遇到下莲居老居士菩萨再来啊，为我们做这个会集本，五种缘一本所说的一字不漏，重新整理，分成48品，48从阿弥陀佛48愿来的，贡献给我们末法众生。只要遇到，真能相信，不再怀疑，真正发愿求生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所以一切如来同所称赞。我们看下面经文，是故应当专心信受，持诵说行。这个两句经文要牢牢地记住，释迦牟尼佛说的啊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这一生遇到了当生成就的佛法，在佛法当中第一殊胜，没有比这更殊胜的。
念老的注解幕后，普劝大众要专心信受，决定不怀疑。世间的贤人君子都能守住一生不欺骗任何一个人，也不欺骗有情的动物。何况是大圣佛陀，他怎么会骗人？啊，你对他怀疑，那是你没有福报。看我们有没有福报。啊，专心，绝不怀疑，绝不后悔，绝不退转。我相信，我接受了。怎么接受？怎么相信？下面这一句就说：“你受持、读诵啊，一佛所说的行是真干呢、啊。这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，起心动念没有妄念，起心动念。”句句都是佛号，阿弥陀佛，我们就成就了。再看下面第四十五品，独留此经，第四十五，留经流通。念老前面有这一品的大意，我们看他的注解：本品表当来尽灭。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现象了，尽灭的现象。佛以慈悲，特留此经。执著百岁啊，末法一万年的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，我们现在是在第一个一千年的幕后啊，第二个一千年的当中，往后时间还很长，但是大乘经教也是衰国一时，只有这部经这个法门能帮助末法众生，这末法一万年众生往生净土，清净弥陀，成就大法。百岁，这是末法最后的一百年，大概只能听到一句佛号。续分当中，大教缘起品，世尊
放大光明，光瑞殊妙。从昔以来所谓成见，这是阿难尊者说的。佛在讲经之前，心里面非常欢喜，众生的缘成就成熟了，可以乘这个直通快车，迅速得救啊！这个缘成熟，佛欢喜了，为我们说出这个法门。2000年来，在中国，依这个法门修行成就的太多太多。我没有统计，我想象这2000年当中念佛往生成就的人总在3000人以上。缘成熟了，缘不偶然，像前面一篇说了，这些人成就的人都是过去曾经供养过诸佛菩萨，善根深厚，这一生的人生遇到这个大法，得到过去诸佛如来的加持，一结束欢喜，能信能解，真肯念佛了。佛号不离口啊，极乐世界不离心呢，心想着极乐世界。放光殊是特殊，妙是微妙。阿难尊者以往没见过，只见到了，所以阿难向佛请教，今天为什么会有放这种光？佛没在说之前，先对他赞叹，对吧？缘分。阿难也不问，别人看到了惊讶，没感觉。阿难见到了冷静，这光太好了，太微妙了。佛怎么放这个光？放这个光是什么意思？阿难这一问，释迦牟尼佛就说出这一部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。可见这部经正因世尊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，与真群蒙会议真实之理。这就是佛为什么说这个法门。众生
得度的缘成熟了，而且是无比殊胜的缘。啊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人人都有份，这就是无比殊胜。啊，佛在娑婆世界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换一句话说，地球人通通有份。太稀有了，八万四千法门的对症下药啊，不是样样都能成就啊。要不对症的话，还有麻烦呢。不对症的时候，帮助你造业，你会毁谤啊。毁谤生效，影响别人对这部经讲的产生怀疑，让他不能得度，他走上这个正道，你把他从正道上拉下来，你自己不能成就，你还让别人不能成就，这个过失多重。啊，所以佛说这部经是会以真实之理，对象地球上所有的众生，人类是主要的，出生到有成就的，那都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如来，虽多出生到诸佛如来还是加持他，让他心愿之名，送他到极乐世界。所以太稀有了，故说此广大圆满，有简易，有直接，方便。第一，稀有难逢之法宝；流通分里头，师尊苦口婆心，字字句句劝导我们。要把握这机会，机会很难遇到啊！我们一世人生到哪里去了？绝大多数三恶道去了，三善道的人少了。怎么成就？啊，所以这是第一稀有难逢的法宝。一直到将来佛的法运末法尽头了，还只住一百年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啊，通通没有，最后还有一百年。这一百年当中，只有这部经，或者说
这一百年当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你能听到这句佛号，能被这句佛号感动，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能往生。真真不思议啊。所以欲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。身贤佛慈无尽，佛恩无极，真的是大慈大悲。恩德无量啊。我们要庆幸自己这一部经所宣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殊妙法，殊妙法就是佛号啊，阿弥陀佛号，实实在在是普济众生阿切陀药。阿切陀是什么病都能治，这个药能治一切病，不用怀疑。八万四千法门未必对你有些有利益啊，适合你的根性，这个法门适合普济众生，这个众生包括有我们在内，这个要承认，我们不是在这一句之外，在这一句之内。今天我们得到释迦牟尼佛的阿切陀药，来生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来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成佛之后再效法诸佛如来，应化在诸佛刹土，帮助佛戒引众生，报佛恩呐！啊，用什么方法报佛恩？我相信都会用这一副普济众生的阿切陀药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实现种种不同身份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，必定会为众生说无量寿经，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庄严介绍给大家，劝导大家幸运之名求生净土，这报恩呐、啊！幕后这一句法灭之际众生业障灭生，
还是可以仰赖这一个法门，而度生死，超越生死轮回。我们要记住啊，机贤司法这个方法究竟方便不可思议。我们看下面第二段，是特留此见，经文有三段。第一段，末世求生我已，劝我们不要怀疑。末法时期求生净土，真实是我们现在啊，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，我们求生极乐世界，能不能成就？能。佛说：“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，就是讲的这一部经。这一部经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讲。”那蒙古的金教授告诉我，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里都有十几种版本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说，多次宣说很少有这个例子，佛通常只讲一遍，没有讲过第二遍，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。啊，希望我们依这个经教诲，信愿持名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无量寿佛，及其国土，一切所有，所当为者，皆可求之。无得以我灭度之后，复生疑惑。千万不能疑惑，疑惑就错了啊！念老的注解，我们念一遍：令尽无量寿佛，及其国土，一切所有。指礼佛现光屏里头极乐一阵一切所有，一佛威力如对目前，这是佛力加持，大家看到的会众大众人人皆见，依此深远即令会众生息实现，复因弥陀威德加持，会众善根悉皆增上，故云所当为者皆可求之。会所里头说，所当为者当为往生愿行者也，皆可求之啊，所当为者应当念佛求生净土，必定能够满愿，不会落空的。能顺佛经，可得之也。断末佛垂戒曰：献祭亲自见闻。你看到了，
怎么能不相信？所以不可与佛灭度后，与极乐一正净土法门佛身一合。佛说这些话是当年在世的时候啊，大众啊听佛说无量寿经，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今天是佛灭度之后啊，佛灭度之后照中国人的记载3000多年啊，佛灭度之后3000年我们遇到了，有没有怀疑？当然有，有是可以原谅的。在这一生当中，依然有不少念佛的这些大德，在家出家，幸运持名，为我们表演，为我们示范啊，多少欲知是知。走得吉祥，走得自在啊，让我们看到听到年年都有啊啊，不说别的，单单一个道场年年都有好几个往生的，有多的有十几个人往生的，瑞相都好，欲知时至，走的时候没有病苦，没有思苦。这些人都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，我们看到要相信啊，所以千万不能够对极乐一正净土法门佛身疑惑啊，这就错了啊。如果我们要遇到这个情形怎么办？恭恭敬敬读经，读经开智慧，读经得三宝加持，增长你信心啊，说者或者是往生的人，你有缘送他往生，你能看他走的样子啊，是有病他没有病苦，啊，他往生了，相貌端正庄严，没有死相，啊，一般人死的时候痛苦的样子，啊，跟这个世界难分难割，苦不堪言的。啊，他没有，往生的人都是后是非常自在非常安详，做好榜样给人看。底下这些段慈名流经百岁啊，这佛说的当来之事，今道灭尽，我以慈悲爱悯，特留此经，植诸百岁。我们看念老主席，
当来尽灭者，善导大师说，万年三宝灭，此经住百年。善导大师这两句话说得好，唐朝时候人，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，第一代慧远大师啊，第二代就是善导，晚年念佛求生净土，真的往生。啊，他老人家对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佛法一万年是末法，三宝灭了，佛法灭了，啊，三宝是佛法僧，这个地球上没有了，但是无量寿经还在，在一百年之后，无量寿经也没有了。啊，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大概也是住百年，在一百年之后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听不到了，没有人念了。这个世界一些状况我们可想而知，下面说净言道出慈恩义气法住往昔诸师同志，这一些净宗的大德高僧大德跟善导都是一个看法，一个说法，所以同志净言说曰：“当来之时，经道灭尽，举彼未来法灭尽时。”释迦正法有五百年，相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，一切皆故名为灭尽。但是净心法师据法住记之为正解七万岁后，法住记里有这么一段话说：人寿极短，至十岁，刀兵皆起。这是戒，这个事情麻烦了，这是大的灾难呢。啊，刀兵，好像最近我们听说，这个世界上有恐怖分子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不知道在什么处所，无故的杀人。手段很残酷，现在开始有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人与人见面，大概都是拔枪，看谁拔得快。互相无缘无故啊。彼此不相往来，不认识，
无锡的发展越来越精密，不要说往后，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恐怖换一句话说，现在人活在世界没有安全感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佛法二十战灭政治的随后，十六大阿罗汉于诸眷属佛来人中，释迦牟尼佛法会里面，十六大阿罗汉我们在续分里面都念过跟他们的眷属到人间来了，到这个地球来了，乘阳显数，无上正法，度无量众，这个缘很殊胜，很特别。此咒六万岁时，无上正法流行世间，自然不息。至七万岁时，宾陀罗等十六大阿罗汉于诸眷属一时居住无余涅槃。显显法师说，当人寿七万岁的时候，无上正法方永明，故云今道灭尽。那么上面两种说法各具一义，都有根据望西大师判语，善导大师弥陀垂泣，慈根观音化现，所解不清，以为一品。这一句话重要，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弥陀垂泣，日本人很相信，唐朝那个时候日本许多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，有出家人跟善导大师，他们对善导大师非常崇拜，到日本到处你都看到寺庙有善导师，善导师就是确确实实供养善导大师的像雕像塑像，在中国很少看到，在日本很普遍看到的慈恩观世音菩萨化身，慈恩是法相唯识宗的窥基大师，玄奘大师的弟子，观音菩萨化身。他们的
注解，我们要重视啊，作为我们的依靠啊。居望西大师的意思，是此经文应该善道大师之教，是此书甚是啊，特留此经者静言书书，佛以慈悲怜悯众生，故法灭后独留此经，百岁解读，以此经中开示净土，令人求生，故便留之。这是慈悲到极处啊！《大涅槃经》显示佛性，圣人显也，为师显灭。此经教人厌苦求乐，既凡中药，为师后灭。所谓此经教人念佛生喜，故特留之，于最后百年救度众生，至于大涅槃经及首楞严经，显示人人本具佛性，乃佛教中甚深之法，于后末世众生根裂，无人能晓，是故显灭。此无量寿经教人厌离娑婆，羡慕极乐，乃救济凡夫之要法，是故后面这一段文跟我们说的很明白。很难得，很难得，很明白。法为什么有先灭，有后灭？啊，一般人都知道，佛经当中说法灭，《楞严经》第一部。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是最后，为什么这一段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？众生的业报啊，正法相法，众生都能够遵循佛的教诲，不敢造恶业，根性利益，能够受持大乘佛法，佛说了许多经论啊，到相法，到末法，一代不如一代，现在是末法，一千年过去了，末法第二个一千年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佛法是什么情形，我们心里很清楚，很明白啊。但是像世尊所说的，我们依然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遇到这个法门得佛力加持，能信能愿啊，肯发愿念佛求生净土，个个都能往生，这一句话重要，希望我们记住啊，法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，今天地球上70多亿人，
一生见到这部经，听到讲当中一段的，非常稀有，难逢。我们要珍惜，决定不能空过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